这个集体的勾了些银槐花，回来煮些菜卷卷吃吃。年年少不了吃银槐花。今年这银槐花嘛不成，稀不拉拉的。妈，你买买驴，我去和面呀。你去。倒些酵母粉，倒些味素，面和软些。好了，盖着叫它续。银槐花焯一下。银槐花，盐、花椒面调味，我你腻我饱啊，先饱你这素的。没事。素的是鸡腿、粉条、槐花。这还开始包肉的，别搅。火是不是不行？这稻草嘛不会红了。火没问题，看你是要脱了要消了。火再稍微脱一点，这还开始煮肉的。哎。等一下，这话只过个油卷卷，绝对没咋了。看你这个能吃几碗？完了，准备吃饭，再拍银槐花菜。嗯，就是好吃，这话有本事。嗯，干活的这个能吃几碗？这个不叫你吃啊。
不行，做假的。那比较可穿了。